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很简单的菱形格花纹，是背心、开衫、毛衣都是非常漂亮的，而且很简单。这花型几乘几？八的倍数，你八加四加二，片织的丝法，圈丝是就直接是八的倍数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学习。上花型，你从领子往下编织，花型也是一样的，从下摆这样往上编织，花型它也是一样的，从领子和下摆编织一件毛衣都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起身好以后来排花。第一个编针，是三个仿针，这里我们留两针不编织，把线绕到后面，两针平针织，先绕到前面，再织六针上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织好六针上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两针平针不编织。我们现在来看一组花，这里是三针仿针，一个平针，这样是半丝花。然后我们从一针平针这里来到这里，这样才是整只花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这里是一组花型，这里是半组花型，是四针，这样编针不算花型针，所以说几针几八的倍数。六针仿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六针上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两针平针不编织，把线绕到前面来，三针仿针。这样我们就把第一排的花型针给分好啊，针数分好以后，我们织反面。平针，这里是平针的，我们是平针，是排着根织，是仿针，是仿针。这一排是刚才我们跳过的，不编针，但是在第二排我们要编织上针。如果你圈织的话，你在顺便织平针就可以了。圈织一样的根织是平针的，你织平针是仿针，你织仿针，两针上针，六针平针，两针上针，三针平针，留个边针。好，第二边织好以后，第三排，第三排的丝法，一个边针，两个上针，这针上针和这针平针交叉位置，平针在上面，仿针在下面，把线绕到后面去，这样挑过来，先把平针挑住，这样右上锁下交叉位置，交叉过来，这针我们不编织，直接把线划过来，从后面绕过来，这里是上针，这针平针和这针上针交叉位置，从后面把上针挑住，平针在上面，这里是锁上右下，这里是上针，然后把线绕到后面，平针一样的，这针平针挑过来不编织，这里是四针仿针，一二三四，四个仿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这针平针和这一针交叉位置，然后这里是仿针，这针和这针交叉位置，然后把这针挑过来不编织，现在到前面是四个上针。好，这针和这针交叉位置，
记住，平针在上面，反针在下面，线交叉过来，平针不编织，反针继续织反针，是一样的，反针在下面，平针在上面。好，交叉好以后，反针要编织反针，平针不编织，把线绕到后面，织上针。好，下一排编织。下一排这反面我们一直都是跟着平针丝，平针反针丝，反针到这一针我们跳过来是平针，我们在后面要先绕过来是一个反针，平针编织，反针编织，这样跟织。好，这里是反针，好，下一排正面编织一个编针，是一个上针，现在到后面平针和这一针反针交叉位置。好，交叉过来平针一样的不编织啊，顺便交叉着平针的不编织，反针继续编织反针，这两针交叉位置，先绕到后面挑过这一针，织两个上针，把线绕到后面，它两针交叉位置，这样丝反针四针里面，好，再跟这针交叉以后，里面就有四针反针了。这样来，这一针挑过来不编织，两个上针，继续来两针这样交叉，交叉之后记住平针都在面上。三针，继续拉一针反针进来，平针挑过来，编织一个上针。好，我们继续织反面，反面跟织。正省把这样跟织过来，面我们继续编织，平针和反针继续交叉位置，交叉过来是反针，这针和这针继续。平针，好，再把这一针平针挑上来，反针在下面，现在两针平针已经把它拉到一起了，继续丝反针，好，这一针挑过来，这样来交叉位置丝反针编织平针，再把这一针平针挑住，好，两针平针并拢在一起，继续交叉位置，好，留个边针，反面编织，反针的我们丝反针，平针丝平针，这样省白跟织过来，现在两针平针到这里在一起以后，
这一排我们根支，我们不交叉喂食了，直接往上根支就可以了。根支技术平伸在上面，我们不偏丝挑过来，是上身，跟我们织的第一排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好，先到后面挑出两针，先到前面来是上针。先到后面去挑出两针，前面来。这根别人挑住，好，反面我们根支，反面这里我们丝反针，平针地方丝平针，这边也是根支，这里是反针平针，好，织完反面织正面，这一排正面跟上一排一样根丝上来，我们不交叉位置。好，继续这次挑住不编织，上针，挑住，上针，两针挑过来，先拉过来，上身编织，好，反面，这排根支整排。织到这一排以后，我们要把这一针和这一针交叉位置，然后这一针和这一针交叉位置，它和这里的丝法是一样的，和我们刚才织这一排这样的，我们再来演示这一排，大家都懂了，是很简单的。然后是两针交叉，记住反针在下面，平针在上面，先交叉位置，交叉过来，这针反针我们要编织反针，然后平针不编织，这里是四针的上针，好，织好以后这一针和这一针交叉，好，交换位置，交换过来，平针不编织，反针要编织反针，这一针和这一针交换位置，这样四针反针，好，平针和反针交叉位置，挑好以后是四个上针，好，然后继续往下一排编织，反面编织根织好以后，到下一排又是这一针和这一针交叉位置，一直大面积编织，往上编织，你往上编织以后，现在我们织的，比如我们就是到这一排以后，这边往这边编织，往这边编织，一直往上，然后两个平针并织在一起，然后要编织两排，然后再来交叉位置编织，就这样往上编织。这款不管你从领织往下编织，还是从
下摆往上编织都是一样的花型，从领子编织也是可以，从下摆编织都是可以的一款花型。